我叫Yok Ng，51岁，今年，然后我在 UNIQLO 做工。刚开始我们加入 UNIQLO 的时候，我们是担心英文不好，然后怕就是服务顾客方面不理想。但是经过我们在这边做的时候，觉得都很多问题都可以轻易解决。现在我的英文是有进步了，因为我们面对的顾客哦，一般上讲英文。在加入 UNIQLO 之前哦，我儿子就觉得很高兴，因为他说，哎，这个是一个蛮有名的在日本公司嘛，所以他会很鼓励我来这边。在这6年当中哦，我来 UNIQLO 做工，在感觉和我 和儿子的沟通方面会比较亲切，因为以前我就很喜欢命令他们做什么做什么。在 UNIQLO 面对很多年轻的孩子，在了解这些孩子的当中，他们都是不需要父母管太多，他们也希望我们就是自由听他们随喜的，所以我们就都很尊重孩子。也是自从加入 UNIQLO 之后呢，就是给我一个比较负责任的行为，无论我们做什么东西都好，都需要把它收拾干净。我们也是这样子教我们的孩子。在这里呢，就没有分国籍，也没有分年龄，只要你勤劳，只要你愿意，还有机会提升。我们这里每3个月都有机会给每一个员工提升。那些年龄大的大姐啊、大哥们啊，你们也可以加入我们 UNIQLO， 因为在这里大家都很亲切，也不会有那种歧视的态度。如果你遇到有困难的时候，大家我们的老板啊、员工啊都会互相帮助。欢迎你们加入我们。